本节目每周二周五在干净世界独播，欢迎订阅精英论坛在干净世界的频道。北韩跟俄罗斯的关系越来越好，它现在有两个靠山，美国三艘航母全部都靠近朝鲜半岛，非常少见。对于二流军事国家，一艘航母真的就足够。北韩呐、这个核武器啊，足以毁灭整个南韩。北韩目前的军队125万，南韩的军队只有55万。他直接要修改宪法，就是南韩是我们永远的敌人。中俄北韩一个阵营，然后美日韩一个阵营。那朝鲜半岛呢，刚刚是这两个阵营的地理核心和争夺核心。现在这两场战争在打，北韩抓到这个千载难逢的一个时机。中共在军事上无法单独抗衡美国人，这就是这个四处点火，美国到处灭火。等到美国人精疲力尽的时候呢，突然进攻台湾。请订阅精英论坛在干净世界的频道，本节目每周二和周五在干净世界独家播出，欢迎大家关注收看。